梦中的妈妈姐妹，你是守护我一生的心，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薇，今年13岁，然后这一次去中国参加了把耳朵叫醒这个比赛，也非常顺利的能够进入了20强。因为我之前一直有参加过很多比赛，累积了很多经验，所以这一次去中国比赛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紧张，不会那么压力。接下来我会再次到中国去参加决赛，我会全力以赴为国争光。